热情借给我，把你童年借给我。好的，所以到底几个字？啊，五个字。所以你翻到几个字？我一直找六个字，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找不到这一首歌？真的，你就知道这首歌多有回忆。好了，其实有这首歌，我们要不要来唱一下串烧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咱们来串一下。好。